声音的学员徐海星在京发行首张 EP《星海》，身穿红色披肩的徐海星就自弹自唱 EP 同名主打歌《星海》。他坦言很喜欢坐在钢琴后唱歌的感觉，因为有安全感。发行的首张 EP《星海》并不发售，只是免费送给大家听，只为证明自己是用心做音乐。而作为好声音学员中刘欢的得意门生，不知道这次的新歌有没有给他听过呢？现在还没有出那个制作物，然后碟子都还没有出来，等出来以后我会送给他，然后希望老师可以给我一些意见建议。你觉得他意见重要吗？当然很重要了，这就和我下一张专辑的整个趋势走向就有关了，会改掉那些他觉得不好的东西。相比好声音其他学员已纷纷各自签约，徐海星至今依然是自由人身份。他透露现阶段的工作都靠经纪人打理，这样不仅随心所欲的唱歌，还能见到心中喜欢的明星。先要跑通告，我只知道每周的行程，然后我还不知道每天的，所以就跟着经纪姐姐跑吧，然后每天都可以看到明星，我觉得我还蛮新鲜的。那现在看到哪个多开心，我就见到以后我就乐，你知道吗？我在看你发微博的时候，你有看到王菲？对，就坐我前面，我的天哪！他们认识你吗？你有跟他打招呼吗？没有，他来就急匆匆的坐在前面了，是看一个走秀，对。然后我的那场秀都一直在看他呢。乐视娱乐北京报道。